哗啦啦啦十块的大钢牙。家中是十斗柜呀，可就是学上过当家的是当家的是的后婆呀。我也托人把门锁，可就是害怕把我想一想起头拍巴掌，起头拍巴掌完蛋。出言来我把这女人们劝，姑娘小姐听断下啊，过日子全靠那心眼好，别光瞧那猴模样。模样好人不强，他花言巧语把你诓，把你诓到他手里，过三天两天就人在一旁哦。你别看我的模样长得丑啊，我认为我可比他们都强。一楼厨房都会用，家里地里我全在行。这闺女嫁给我，我叫你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比人强。天下无事去赶会，多买几身花衣裳，啥事不用你动手。嫁给我李佛子可不是佛的，不说过一个神仙呀，最起码咱也得三国那三宝龙啊，贵妃娘娘。到如今竹篮打水空一场，李伙子盼望早叫好好儿用。说的知道了，哎呦，是那眼都瞎了，是那眼都这。那不是你活子了，这不是他马大嫂，眼是往哪儿看，你也没有看见我。哎呦，马大嫂别走、啊、开眼来叫一声马大嫂，我有点话儿你听个听不听，一天不见我的马大嫂，想的我爬不死来半夜吃地上，两天不见亲爱的马大嫂，到晚上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，三天不见我的马大嫂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头发胡子像白了，手里我的背包骨头痒又不细咬。想灭马大嫂，而不是想灭马老老，咱就我给你说些，说什么又和你拐弯抹角。一句话说的我不想也得想，这真是那相扑所有的忠心肠，日子再苦都想露脸，哎，光棍可真是实在难熬。我你会不是吗？求求你给我把那媳妇来找，我给你磕头把相送，多费心别走多操劳，你吃啥喝啥我全都包，馄饨包子和凉皮，米饭烩面和水饺，牛肉汤羊肉泡，煎饼果子和油条，这些若是不合适各大酒店随便挑，酒店不合你口味咱去到郑州吃烧烤，烤全鱼烤羊脑，羊肉串烤的嫩又焦，羊嘴羊眼羊排骨，羊筋羊鲜和羊腰，吃多少压多少压多少只烤多少嘛，吃不完大包往家扫，这样给我们媳妇儿造，我活子可不怕不讨厌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
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